立足本土，保护并保存好岭南地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记忆，一直是广东美术馆作品收藏的重要线索。23年，40000件展品，他们彰显了美术馆在艺术发展中的判断，他们更是美术馆对公共文化价值的重要导向。大家好，我是广东美术馆馆长王少强，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广东美术馆一件近现代时期的经典藏品，而这件藏品是为数不多列入小学课本的雕塑作品，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它就是潘鹤先生的《江苦岁月》。20世纪90年代末，广东美术馆的建设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但内廷院的长期陈列方协、省美术家协会的主席团成员及广东美术馆的领导，经过多次的协商，希望把潘鹤先生的作品作为长期陈列，放到我们的内廷院。潘鹤先生知道这个消息了以后呢，毫不犹豫把他一生中不同年代的代表作品捐赠给美术馆，于是就有了广东美术馆潘鹤雕塑园。1956年，潘鹤先生受中央经委总政治部委托，为建军30周年美术作品展创作了自建表现第四野战军解放海南的雕塑作品。在创作这件雕塑作品之前，潘鹤先生查证了大量的史料，走访了多个地区和关键人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潘鹤先生把构思落实在海南游击队退守母坠山的故事上。当时是1932年，在反围剿失败后，100多名游击队战士被敌军围困在母坠山，弹尽粮绝，每天只能以野果野菜充饥，用树皮树叶做衣服，同时还有以疾病抗争。他们就这样在今天无法想象的饥寒交迫中度过了8个月，在最后时刻只剩下了20几名战士苦苦坚持。最初潘鹤先生试图通过油画的方式表现这20几位战士被困母坠山但即将出现转机的情景，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这种题材很难概括革命年代典型的精神风貌，因此他把构思转移到了其中一位苦中作乐的老战士身上。他了解到这位老战士喜欢讲故事，还喜欢说笑话，在大家意志消沉的时候用歌声鼓励战友，正是受他乐观性格的启发，潘鹤先生有了灵感。他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阴雾腾腾的山林中，一位老战士身边依偎着一个15、16岁的小战士，他们灌了酒，衣衫褴褛。老战士为了振奋小战士的精神，吹起了笛子，欢快悠扬的笛声使小战士忘记眼前的困境。作品从困境中的转机变成了江南险阻中的信念和希望，20多人变成了2个人，油画变成了雕塑，通过这样的层层构思和修改，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江苦岁月》。这个从普遍到典型的提炼过程，彰显了潘鹤先生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理解。而《江苦岁月》叙事的正是无数中国人凭着不灭的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愿景走出来的最动人心弦的革命史。从《江苦岁月》开始，一种着力体现人的情感、体现艺术家的世界观、体现时代印记的创作风格被确立起来。今天即使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仍然体会到《江苦岁月》对生命诗意的表达和传承。同时我们相信这些作品不只是一段被写在书本上的历史，它的内在精神会越过时间的藩篱，沉淀成一种传承的力量。
画家的笔下有我们不可逆追的苍茫岁月，也有我们守正创新的艺术源泉。在江苏省美术馆的典藏精品里，又流淌着怎样的山河岁月？如何用传统的笔墨去反映我们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是我们老一辈艺术家在解放初期就碰到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就是以傅宝叔为首的江苏国画院的一批艺术家，通过他们对23000里的写生、采风，就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新时代、反映新生活的新的中国画，他就很好地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其中这一幅傅宝叔先生创作的《富隆国的晋朝辉》，就是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作品。这幅作品啊，是我们江苏省美术馆的藏品，新的笔墨的一件代表性的作品。看这些作品呢，它描写的是在江江边上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场景。这是毛主席的一首诗，叫《富隆国的晋朝辉》，这样的一句描写的是湘江边上，橘子洲头，湘江河里繁影点点，边上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一批公社的社员早晨牵着牛，扛着劳动工具而劳动的这样一个场景。我们从这个很小的人物上面细微注视，你看着他们是一种轻快的脚步一起这样出来。我每一次看这个画的时候，都感觉到他们出来是一种对新生活的期待。他整个这个画面通过了曙红颜色，这个你要在原来传统中国画中间不太用，所以他给你一个早晨的一种曙红颜色的这样一个调子，很好的点明了朝晖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我们看右侧湘江里边的繁影点点啊，船舶来来往往啊，都是非常的繁荣的景象。远处我们还有看到一些工厂的烟囱冒着烟，整个传达给你的氛围是一种进入了新中国以后，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以后早晨参加劳动的这样一个场面。这张画也是新中国绘画中间的一张代表性的作品。我们看另外收藏的，应该说是傅宝叔创作中间非常大型的一张作品，叫做《虎踞龙盘金生鞋》。这张画呢，也是毛泽东诗意中间的一举。他画的是南京，画的是紫金山。看我们最右侧，他整个画了紫金山这样一个山峦的情况。那么上面我们看天文台都清晰可见。右侧在下面呢，他就画了当时的一些新的工厂、一些树木，远处还有很多的建设的场面、烟囱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典型的新中国绘画，就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场景。他用重墨画的那个树啊，还有勾的那个厂房，还有那个画的那个小的那个汽车，都非常的精致到位。整个画面的构局，它跟传统的绘画的构图可能不是太一样，它是为了反映南京进入了新中国以后这种繁荣繁忙新气象。就是你看了这个画以后啊，你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新中国成立15年，通过一系列的建设以后啊，整个这个国家一种向上、一种朝气，在画面上都有所表达。傅抱石在上世纪50年代开创了新中国美术中毛泽东诗意山水画的先河，留下近200件作品，也是创作同类题材最多的画家。毛泽东诗词作为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激发了画家们的创作灵感，也为中国山水画的改造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和现实参照。表现革命历史和祖国建设的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在20世纪50-60年代迅速发展，打破了传统山水画荒寒萧索、阴柔幽婉的画风，跃居为当时的艺术主流。新金陵画派传承笔墨当随时代的创新精神，深入生活，讴歌时代，把绘画艺术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和谐统一发展到了新阶段。
齐白石在绘画题材的选择上有自己的原则，即从不画未见之物，比如林崇中之龙。齐白石是否画过龙呢？北京画院收藏的十二属图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好友关卫山请齐白石画十二生肖，齐白石因为龙是虚构之物而加以推却，于是关卫山就请场次每年向齐白石求画两三张，用了四年的时间，终于集齐了一套十二生肖。墨鼠描绘一只小老鼠游走于白菜和红萝卜之间，姿态极其机警灵巧，让观者忘了它偷食的可恶，反而极富情趣，体现出白石老人不悯的童心。西照龟牛描绘了垂柳之下一只水牛的背影，画面构图简洁，色彩鲜明，大块墨色的使用与纤细的柳枝形成了线与面完美的结合。这一题材体现了白石老人浓浓的思乡之情。虎图同样采取了背面的形象，齐白石笔下的老虎沉稳与温顺，少了山中之王的威猛霸悍，却似一位拥有众多人生阅历的老者，温和而不失力量。桂花墨兔画了一只侧面而立的小兔，背景配以桂枝，让人联想到广寒宫陪伴寂寞嫦娥的玉兔，温婉可爱。云龙大概是齐白石最不擅长的题材，因此他用翻卷的乌云占据了画面大部分空间，龙底下的一道白色闪光则凸显出龙的神通，圆睁双目的一点娇墨更具有画龙点睛之功。与云龙的压抑满腮相比，墨笔草蛇画面中多了几分空灵与笔墨的自由，淡墨圆转的走笔十分洒脱，浓淡墨色交汇间便展现出草蛇的灵动游走。如此千里以墨当色，笔墨服从于造型，马的轮廓仅以淡笔便勾勒出马儿欢腾之姿，令人不禁莞尔。阳阴似祥，欲有吉祥之意。百阳图中以苍劲挺拔的柏树为背景，包含了白石老人吉祥长寿的美好寓意。桃猴画一只偷摘仙桃欲走又回首眺望的猿猴，多子象征着多子多福的寓意，画面生动传神，也展现出温暖的母子之情。废弃不仁中狗的形象源自齐白石所作的守门犬，该形象曾被多次绘制来表达白石老人对社会不平的抨击。芳草油猪描绘了三只憨态可掬的小猪，齐白石画猪能如此传神与他早年生活的经历有关。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去世，家属依照老人的遗愿，将他的作品及收藏捐献给国家。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作品，涵盖了绘画、书法、篆刻、日记、信札、照片、遗物、个人收藏等各个门类，数量更是多达2000余件，成为我们研究推广齐白石艺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财富。
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的国家级博物馆，馆藏文物171万多件，其中以商周青铜器、汉唐金银器、历代陶俑和唐墓壁画为四大特色藏品，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它是保护传承中华文明、展示陕西古代历史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随着陆、海两路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流行于西方的金银器及其加工工艺也随之传入中国。造型别致、纹饰华丽的金银器皿，在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后，展现出了兼容并蓄的盛唐气象。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197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为纯金质地，共出土一对，都是国宝级文物。它们造型规整，纹饰凹凸有致，犹如一朵盛开的金莲花。金碗碗壁垂叶出上下两层浮雕式莲瓣纹，每层石瓣上下轮廓相合，每一个莲瓣里都錾刻有不同的图案，上层每个莲瓣里分别是鸳鸯、鹦鹉、狐狸等珍禽异兽，下层全部装饰忍冬花草，莲瓣上边还装饰有飞禽和云纹，整个碗通体为鱼子纹底，碗内底錾刻了一朵蔷薇式团花，内壁有唐人墨书“九两半”三个字，这是唐代金银器在管理中留下的痕迹。唐代的金碗出土很少，文献记载也不多，当时规定一品以下石器不得用纯金纯玉，所以这件金碗在当时只有皇帝或皇家贵戚才能使用。唐代丝绸之路空前的畅通与繁华，流行于西方的金银器以及金银器的加工工艺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大唐，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精湛的垂叶工艺就来自西方。大家看，金碗垂出的双层莲瓣是凸起花瓣装饰方式的一种，这种装饰手法在粟特的银器中极为常见。然而与同时期粟特银碗相比较，粟特的凸起非常明显，而唐代金银器的凸起花瓣仅仅是纹样的设计，有的成为分割装饰区域的手法。唐代工匠在吸收西方金银器工艺特点的同时还加以改变，让器物的线条变得更加柔和流畅，符合东方人的审美。在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近300件金银器皿中，还有很多设计精美、兼具实用性和美观度的珍宝，它们都在纹饰、器形、加工工艺等多个方面吸收融汇外来文化元素，生动诉说着唐人开放进取的创新精神和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这一件件大唐遗宝不仅是古代灿烂文明的缩影，更记录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历史信息，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的睿智巧思，凝结了至真至善的匠人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辉煌璀璨的盛唐文化和而不同的大唐文明。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加强对文物保护利用，活化历史场景，就是实现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重要手段。博物馆不仅要追古，也要益今，通过文物阐释历史，传承文明，弘扬文化，让博物馆成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殿堂，是我们每一位文物工作者的不懈追求和心之所向。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是中国美术学院专设的艺术博物馆，它是由林风眠先生1935年亲自创建，现为国家重点美术馆，国际现当代美术馆联盟的重要成员。如果说中国美术学院延续着中国美术从未间断的人文脉络，那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的使命是，它既要馆藏传统与过往，更要引领时代美誉之风尚。这幅画叫《入党宣誓》，是中国美院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也是莫普先生的代表作，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幅作品创作于1950年，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描绘的是在革命历史时期，革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入党宣誓的庄严情景。莫普先生他见证了入党宣誓的这个过程，简陋的室内，昏黄的烛光下，墙上是一面鲜艳的党旗，这个党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折痕，说明它的平时是存放之处，让我们感受到每个人都处于紧张压抑而又充满着激情的状态中，并且画面还是有